二是在这屋，进门右手边，右厢房。确定啊？没人吧 ？Yes。我们这期是瓜分老爷子的这个财产是吧？我们这期金条最多的一位获得祖宅的继承权。如果我的合作伙伴他的金条最多，我可以跟他一块继承。如果我的竞争对手拿到的话，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明白。兄弟们已经打起来了吗？哎，老爷看到这个也一定会很伤心吧。老爷说了，男人只要一下决定就必须要坚持到底。赢了赢了，二十只有我自己选。谢谢。来换东西。四少爷，有听您这个箱子是挺沉的啊。嗯，是这样啊，您可以先看一下这些珍宝。好，看一眼。如意锤子2223和10。好的，三样珍宝，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来，因为老板经常听您相声，所以跟您透露个小秘密，可以在街上问一下路人，他们有可能会知道哪八样珍宝是老爷喜欢的。当然，你可以花点钱去鉴宝阁买一个安心。月哥，跟你商量个事情呗。我知道一条真的线索。你知道线索是什么？我来听一听。但你必须要拿金条跟我换，我想要金条，我不想要宝物。你给我三根金条，我告诉你一个一定的宝物，你还能稳赚两个。我现在需要线索，你告诉我线索，我就能。你先给我金条，我就告诉你线索。你走开，不能，再借我两个，我告诉你一个真的，我都还你好吧？我向你借了，我一定还你，我不是要的，我还你还附加线索。这两个，两个。那你要保证你给我的线索是真的？我肯定给你真的。我一定告诉你们的，两个，我一定告诉你们的。一根，行，那你先说。一根就是一根的宝物。不是，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线，就是我大概差不多盘出来这个逻辑了。啊，你给我一根，我就告诉你一个宝物；你给我两个，我就告诉你两个宝物；你给我三个，我就告诉你所有的逻辑。不用，我大概能明白。我一个也不用给你。给我一根吧，月哥，给我一根吧。你看，我都跟你聊了这么久了。你先走开，先走开。我不给我一根，我不走了。念明白了吗？没有。5678。5678。14个真的。为什么是5678呢？四个数，我们拿到四个数相连，拿到四和四，64的两倍。四个数吗？六和四有一个真的吗？所以剩下少四个，5678，不一定，4567。各位，现在这样，藏宝阁里还有六件宝物，现在开放售卖，一根金条一个。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买东西啊！就这几个是吧？还剩六样宝物，这一个都这三这六都不是都不是，那也没必要换了。我觉得啊，景云啊，三和八，四和六，二和12，一和24，这八个数字，为啥呢？你凭啥觉得？3824，4624，12×2=24，1×24等于24，这八个。所以这几个没有用，这其他都没用。好，那你有几个？我一个也没有。我有。你的是几？我全中了。
你要进哪个房间？我吗？嗯，十五根的吧。你好。好嘞。好。偷看一下。后边再建一起一起合作，要不前面我就给人弄了。哎呀，大少爷。小雅。这屋没了啊，这屋没了。三个已经三个去五十的了。三个五十，呀，一个人也有十五个呢。哦，去了一个有二十个的。再去一个，又一个房间。剩下的两个都去五十个人的那里就好了。我一定要给新来的小明哥狠狠地上上瘾。去一个二十，去两个五十吧，快去。怎么还闹起来了？闹是不能改。哎呀，哎，那我们这两个人怎么分？平均。一人七个。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少爷自己想。这样吧，那我们先藏一根在身上，怎么样？来了，我们跟他说，两个人只能分十四根。我什么都不知道。好，那太好了。等会儿又是有人来了，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只有十四，就因为我们有两个人，所以只能十五根就变成十四根了，所以我们只能一人分七根。那你说好。那你就说十五根好了，没关系。好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看到这块表了吗？一直盯着他看。我们只有十四根，我们只有十四根，我们只有十四根。知道了。我们有几根金条？我们只有箱子里的金条。啊，可以可以，好。看我的催眠法表。哎呀，怎么没有人来呀？不想拿这么多金条。哥哥们还是太贪婪了，不像我。先练习一下，快速藏金条。哎，拿不出来了。看，没有金条，什么都没有。完了，又卡住了。不是吧，小明哥去了五十根。月哥最开心了，没有人跟他分那二十根。啊！我选二十，我选。啊！老爷说了，男人只要一下决定。哎呀，赶紧把我征服了呀！你怎么会选十五啊？我说了我选十五呀，谁信你啊？我骗你干嘛呀？我说了我来十五啊。哎，一人七根。对啊。那还多了一根怎么办？没有了。跟少爷自己商量。自己商量。是啊，我一共。还有一根，还有一根在哪？石头剪刀布。不是，我就拿了七根，反正剩下你全拿走，我就拿七根。啊、二，五根。看我。哎，我也是七根啊。那就一人七根。十五根，瞎扯！我没贪了一根，我没贪，快拿来！我没有贪，我就七根，你自己拿。二四六七，你先拿，我不信，拿七根，你藏起来了，我没藏，骗你干嘛呀？嗯，不是十五根吗？那怎么会有只有十四根？被他私吞了。你找我真没有，我真没有，我骗你干嘛？我就拿七根，你发誓？我是。你发誓？我是。这样你找，那这样你找到我给你。快点儿，你这样公平。那你找到我给你，我没找到我拿走。我看看啊。行。拿一根不就行了吗？行行，给你了，给你了，我不要了。不要。找得出来吧？藏哪儿了？来吧，石头剪刀布，把这根。没事，给你了，不要。给你。你放袜子里了，有点难拿。
这锄头，首先多用途嘛，对吧？这个生活不好的时候，自己种种地、翻翻土也行。谁有线索啊？冰糖葫芦。哎呦喂，真热闹。你好，你好，你干嘛来的？你不是去，你去西天取经，赶紧去找唐僧去。你这弄个耙子。我抢十根，我报官，我自首了。你自首了，你十根金条得全还回来。那这样我找第三方，然后咱再分一下，咱得挣他们的钱。你说咱这点金钱弄来弄去有啥用啊？对啊。我抢劫，抢我抢你的，我对你，我抢不，我抢你的，找第三方报官。报关之后我抢的还给你，第三方拿着那个奖金咱们再分奖金。好，稍等，阿黄是我抓的。阿黄在哪儿呢？阿黄在这。这怎么又一张通缉令呢？神经病，这神经病。通缉令值五根金条啊，弟弟啊。通缉令值五根金条啊，哥。没有抓住的人跟通缉令一块儿带到。对啊，好吧，我也有。你对啊，抓住的一块进来吃五根嘛，见者有份，见者有份。你们这是全国通缉，全球。你们先分着啊，我先忙活我的去。通缉犯走了，通缉令还在。站住！站住！站住！哎，不。逮都逮了，也不差这两根。怎么又抢呢？不许再抢了！站住！我这也有通缉令，全国五根金条，你这是国际通缉令。这以后我先去找通缉令，我发给大伙儿，然后我抢完之后，我一人领五根，你们一人给我一根，好吗？行，那怎么着？来，要挣四方的钱，NPC 的钱是不能抢的，把那六根金条还回来。我真花出去了。那我们就从你总数里边扣掉六根金条。你上鉴宝堂，我上鉴宝堂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事了吗？你再他那就是赃款，他本来就不应该收，对吧？你再去抢鉴宝堂。贾乃亮，通缉贾乃亮。我把贾乃亮逮了，我那个账是不是抵了？这是通缉令吗？对。贾乃亮呢？我想当赏金猎人这一季，赏金猎人。你说那些宝贝有啥意思啊？你能不能给我藏着这玩意儿？毕竟它太费劲了。搁你这别给我漏了啊！啊，妹妹。你看见了吗？没有。给我漏了啊！你没东西，我就懒得拿了，太沉了。啊，回来我给你金条哈、啊。等我挣着金条之后，我给你分。好。真漂亮。小点亮呢？白衣服的是不对。你这是烟饼还是热气啊？热气啊！真热气啊！真的，真的，你们在，你们是在这里卖的还是什么？对，卖的。真的，有线索不？线索可能有吧。什么馅儿的？在包子里面啊。一根金条一个。一根金条一个包子。对。我投诉你信不信？一根金条一包子，饿吗？我不饿，他说有线索。饿不搭理。我看你这六，你这挺好。我可以给你换吗？我没啥也没有啊，我有一个真的，我能给你换吗？我没有东西，我还能换什么呀？我有个真的，我给你换好吗？你给我五根金条，我给你换。你这干嘛呢？这是干嘛呢？让我们这恨你呢？你怎么拿着钱在大街上？我们的钱被拿了，我们的钱丢了。还有这种事情？我们鉴宝阁的钱被人拿走了。钱啊！一个一个见，一个一个见。我看，你别花那钱了，别花那钱了。鉴宝阁也还可以抢钱啊？
珍宝哥钱放哪儿、啊？那我们就不我想钱也不知道在哪儿、啊、你给我五根，四根吧，五根吧，四根。我真的没有钱，你给我五根，我可以。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锦鱼，不是偷店铺的钱不好看。你又偷东西了？你到底？来说说，这可以啊。五根，来。不，小姐别听话。大黄，啊，偷店铺的钱，要么你接下来衙门把你带走。我报官。哎，快，报官，给我逮起来，逮起来。报官逮起来。报通缉我呀！通缉。这都不用通缉，抓紧把所有的店铺的钱还回来。拿四根吗？确定？真四根？只有四根？要不就五根？我忘了。五根，拿过来。而且你要买我的毛，你偷人东西罚两根，然后不能。他拿赃款，我差点就成为你的。哇，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刚刚拿到的线索的数字八，就说明八肯定是，对不对？哦，八肯定是。但他如果真的是有顺序的话，八能被24整除，22 3 8 1 24，对吧？刚好是八个。那八的话是在的，所以我觉得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能被24整除的。你好，我给你一根金条，我想换两个。一根金条换两个？哎，你说这生意，我们不做这种买卖，这生意不亏吧？不亏了。你亏啥呀？我只是想换换。我这个给你了，你还多收一根金条，我就只拿了三样东西，对吧？这看这位少爷是如此帅气，要不是个买卖，咱们也就亏一亏吧，对吧？来，给你。好，这个我就拿。这是24是吧？24，对。那就给我。所以你用四根金条买了三个东西？对啊。为啥呀？我想换嘛，那不是我幸运数字。你用啥换呢？我不选那个了。啊，我换的笛子，但笛子有可能是，我也不敢确定。好，我走了，哥。好。等会儿锦鱼哥就找小严了，你相信我，他们比你想的聪明多了。这里有线索啊，需要帮忙的来呀。帅哥，你知道我的话是多少吗？我这个线索就在这两个碗五个小球里面了。可以、你猜对了咱就好告诉你。好，以前看过这个表演吗？没有。没有好说，这好演了也好骗了。好，注意啊，哎，这叫仙人摘豆啊。小碗轻轻的盖住不要动，把第一个拿起来放在手里，把它扣住不要动。等一下，你放进去了吗？放在手上。哎，不要摸。你看你根本这时候不能摸。你没放进去啊都。对呀、对呀、不要摸。君子动口不能动手，记住啊。看你也不容易了这一天啊，我给你来个简单的行吧。好，就看看到底是不是在这个手里。好，再去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了。好，好，注意了啊，把它拿起来放在手里，在哪只手里？现在这只手。给你机会你还是猜错了，我说因为我一共拿了三个东西，有一个在你这儿，有一个在家亮，亮对，亮的啊，亮哥他那个亮。你拿了几个东西了？已经？我拿了三个。我看你拿了三个，再加点亮，刚才那个你有四个。哦，宝物嘛。啊，宝物我应该这只有两个。但我看你箱子里头有好几个呢，什么包子？但那几个不是，一个包子是。就只有那包子是。嗯。啊，我就感觉那包子是。我也觉得那包子，我眼睛瞧中那包子。嗯。因为一般总得有几个不靠谱的，肯定是。嗯。很不靠谱的都是。你那个包子是几啊？包子三，还是四？四啊，一肯定也是。那现在小月月还是最有钱的吧？肯定呀、哦，再怎么赚都赚不过他呀。除非有一个人拿了八个、四个宝物，然后赚出来都是，才能是。一个宝物是五格金条吧？嗯，他花会花三个，他买了六个，他自己应该手里也有一个吧？他手里不仅有一个吧，他有二十个金条。对，他最开始能买二十个东西的，他只是每次能进去买三个，他最起码进去过两次，手里最起码也有一个，所以他也能赚五，最起码也能赚五个，赚两个。
还应该对，他肯定还是最多的。我去，还是我们小贾好。我一共就一个，不说了，小贾给了我俩。我一共就七个，我给了你俩。对呀、啊，长大一点就是慈善的这心就好了哈。你看吧，我现在一点真的善良。那你现在其实不管怎么着，你已经有挣十个的东西了，对对吧？挣十个，相当于我就赚了三个。对啊，你赚了三个了。嗯，现在还有俩，我还赚了一个呢。但我现在身上一个金条都没有了。没有，你马上就有十个了。对啊，对啊，你弄完就有十个了。总共也才赚了三个。嗯，没赚多少。我是靠这溜边卡那个捡漏，出卖情报赚了，还剩点。我就一直在卖情报。我跟他们卖，他们都不要了。他们都不要是吧？我们那招实在太傻了。说那个，只要你跑，现在待会儿我先抓着你，然后又再分你去。结果不知道是分葱。但是你知道那葱是本身是值钱的，哦，然后呢，他们最傻的是在于，那个贾乃亮还非得在这骗我一下，就是他去验宝的时候，我都知道这葱肯定是真的，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过，然后他验完宝跟我说这葱是方不是假的，然后他们还在那演，说什么这东西怎么能是假的？金鱼哥，金鱼哥，很尴尬，我现在手上是23。啊？我去确认了，我现在成本是四个金条，我现在手上是23。嗯。我现在差一个19或者6。明白。再次欢迎这位少爷。由于您之前在我们这边抢过金条，所以我们这边安保措施就更加严峻了。是这样，我们这边的现在呢是有两副画卷剩下来。嗯，也就是说您没得选了。好嘞，其他的都是已经给到了，没问题。好，两幅画卷，每幅画卷是一根金条。嗯，那我把画卷剩余的画卷给你。好的，上面是有数字的区间，同时呢你也可以去问一下周围的路人寻找线索，当然也可以去鉴宝阁画金条然后品鉴一下。好的，谢谢。哎，怎么又拿金条走了？这俩剩的。这俩不是剩的也是画卷呢，剩的。牙医过来，来，如果说他再拿走，你就不能那个，不能放他走了，给你一根得了。两根金条，两根啊！我去验一下。我也您不用见了，我们童叟无欺啊。这位公子啊，下回再见面要小心了。对不上，我就剩两个了，对不上。我是一个1到5和这个能对上，这个如果但不一定是那数，16到20。嗯，我拿这个去赌一把。我要是19，能出19的话能对上，很难。哎，客官进来呀，咱们梨园到了，可以到里边听听小曲，里边有可多好玩的了啊。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这里请。走。所以到哪里都想快乐被燃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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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这辈子只是认定黄金玉。这位公子不太懂我啊，什么玩意儿？谁懂你？谁懂你？我好喜欢你，呜呼！这位公子懂过我了。你懂？懂了没用。说不定你们两个懂了有用。你告诉我你数字是多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们俩说不定可以那个啥呀？咱俩对得上吗？你是多少啊？你告诉我你是多少分别？一和五，你这个是几啊？我不知道呢。你唱，快唱。你什么东西这？我都唱一遍了。我给你唱一个。哎哎哈嘞哈。你不懂我。和你有关。爱有关。你先告诉我。公子，你懂我吗？没有缘分，你没有必要硬求。我不知道你在干。你可能真的不懂我。你再唱点我懂的看。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朵花。看来这位公子是真的不懂我。一个藤上七个什么？那我应该怎么懂你啊？不太，真的不太懂我。哎，看看这位公子懂不懂我？啊，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懂你了吗？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这算懂你吗？这位公子还算懂我。
那你这就懂你了，这就懂你了，你也太容易被懂了吧？已经，你就是相比之下已经很懂了。那葫芦娃我没唱出来吗？你这个不算懂我。葫芦娃不懂你。嗯，不太懂。鱼等你啊，这位公子还算懂。你再给我唱一个，我不相信接不上。可惜，好嘞，别唱了，他懂他的人早就懂完了。不是，我再懂一下试试。丑八怪呀呀呀！哎哎哎！哒哒哒！别把灯打开。这不适合我，我走了。你们这不好玩。来，几位公子慢走啊。你们这太费劲。这边还有啥呀？这是工资，对音乐怎么样？对音乐没什么造诣，随便玩呗。好好好。哪儿去了？公子对音乐的天赋还是稍微有点欠缺呀。扫扫米，扫扫软。啊。啊。OK。算成了啊。好好。然后呢？然后，啥都没有了。啊，就完事了。纯玩是吧？你也不能给我鉴定点啥是吧？也没啥啊，啥都没有。嗨，那我玩有啥劲呢？在这儿。不能多，不能少，必须三个。我能买一个吗？不行，我就一根啊。那你进不去。我们可以两个人合起来买，一共买六个吗？听听，你这么着，你把你的给我，我三个全买了，到时候分你。不行，合起来买六个不行。你们合起来买六个可以。对啊，我和两个人，就是比如说我和小明哥加一起买六个，然后你那么有钱呢？没有，我你的钱嘛，然后的我的钱，我把钱给你，弟弟算的账平，咱们俩二八分的，二八分，你八我二，咱俩只能合作了，因为不用了，怎么好意思我八你二呢？你九我一，啊，你九我一，毕竟全是你的钱嘛，哥，没有，谁写我不写，你想看吗？啊，想看吗？想看什么？想看宝贝吗？我想进去看了。真的吗？真的。那哥带你啊。走啊！来，各位自己决定好顺序。来，大少爷。要是三根金条都没有，我有，我可以先进吗？可以。你看看。不是长幼之分吗？对呀、啊，大哥先。就一根，你也行。一个人只能买三个，我只能买。我押宝小明哥。对，没问题。我押宝小明哥。我的金条给你平分。没有，咱俩一人一半。该咋说咋说。小明哥，我你八我二。来。各位可以后边茶摊上坐着喝着茶，也可以四处乱走走，反正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开着，好吧，后边茶摊上可以坐着等一下。小明，你可不可以去街上去问呢一些消息啊啥的，因为有24件，因为24件咱只有他只要8个，24个只要8个的话，如果我们3个全押中，这样回本是最多的。那咱们现在一点信息没有，等于是在盲猜。可以啊，那我们去吧。咱们现在去问点消息啥的。那个什么山庄，对，老爷住在什么什么地方来着？灯笼。灯笼。那灯笼怎么卖啊？灯笼，想看哪个呢？想看哪个？什么样的灯笼好啊？你喜欢什么样颜色？哪个最贵呢？给老爷过生日，你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好？我觉得应该选红色的大红色的。哦，大红色的喜庆。对。好。灯笼，就算点灯笼不太好啊，但是。有个信息点是红色，是肯定红色，红色喜庆嘛，对，中国传统就是红色好，是
公子留步，公子。这是啥呀？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公子是否答应啊？公子还未成年。公子是否答应啊？你说你什么事儿啊？公子是否帮忙找一下我的情郎呀？情郎，这感觉有点心虚。嗯，你的把刀过去了，好刻意啊！我去问他哥，你在这待着。好啊。你好，前面那位女侠，留步。你有何事？我要给我老爷买生日礼物，您觉得有什么消息可以给我讲的吗？何为生日礼物？这次没听说过。我老爷过生辰。生辰是吧？对。您需要什么生日礼物？您觉得什么好？这一般嘛，寿桃啥的可以。寿桃，没错啊。其他你们自己看着来。好的。鉴宝阁在这儿。对。鉴宝了，鉴宝了，没宝可见，现在还没有宝贝，没宝贝呢。您箱子里面有宝贝吧？箱子里的宝贝有，真的和假的一定要确认才有意义。请问怎么样确认真假？对，一根金条，我会告诉您一个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您那还有多余一根吗？还得去挖，就是不要费时间。我就埋了三个，因为47根，当时我就埋了三个。挖太费劲了。这样，我去借一个，我刚刚看到月月老师了。真假的？对，我去借一个。那我等二位公子。哎，好嘞，好嘞。月月哥呢？我准备找月月哥聊一根。月月哥，月月哥，月月哥，哎，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给你。你说，兄弟。一根金条，绝对告诉你。不要，一分钱我都不花。真的不要吗？公子上面有一事相求，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消息。等一下，一根金条。概率高百分之五。对，月月哥，你要相信我。九月，完了。黄永宇怎么还这么幼稚呢？就从小受了多大伤啊？不知道大家好才真的好吗？嗯。大家好。你之前录这个时候谁倒赢了？他们弄这种时候。锦鱼哥。哦。佳佳亮赢过吗？好像也赢过。差不多一次吧，那样子，我们都一两次。岳云鹏赢过吗？不太记得。哦，那就是没有。可以。我来决定第一个谁进入殿堂，有请大少爷。谢谢您。哎，第一个没什么用啊，对，反正就看看得了啊。哎，盲盒就在我身后。啊？哦。大少爷，请随机来选。哦，因为我三块，哎、不能进店啊，不能进店，不能进店，想一想。然后，哎，老爷您好，然后那个东西是有俩花吗？是，我就要小花了。每人只能选一个玉佩盲盒。好，每人买玉佩盲盒，你觉得小花怎么样？因为你是最有经验的人啊。说实话，自己也没有打开过，就没有打开过哈。是。哎呦，我先看看啊。嗯，但是我喜欢小花，我就要小花了。可以，小花，三根金条给您。好，我来拿，您来看。哎，哦，您来拿哈。哦，旁边还是有数字嘛。嗯，但是这个数字不一定是认识的数字嘛。这个数字是区间。区间哈。是啊，哎，这叫单位啊。哦，这是1到5，10到13。也请你随机挑选。哦，我看一眼啊。哎，18到24，我先来一这个。哎，我来帮您选。哎，18到24。我要不等会儿，我错了，我们一共就24，对不对？嗨，那我选俩那什么的吧。好选都选走。好，那我来这个。少爷，请随机挑选，您可以走到柜台前，我来给您取。好。那13到17，那这个12到16，这数肯定有人跟我合作呀。来，因为我这选的都是合作贴，13到17，12到16。我就靠我自己应该是没戏了，所以我得这两个应该是他们最哦，
哎，我找着他了，他是国字脸八字眉那个。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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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什么？这位公子，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吗？有少女在等着你，因为那个情郎是国字脸八字眉。怎么你就这么帅？我看着你都走梦道，我说这好看。你看看，情郎来了，情郎来喽。哎呦喂！先是我在球上，我知道，知道。好好好好好。太棒了，这是上一回的那个提示，二十四件里有八件是。哎呦喂 ，See you never， 拜拜。这个 你还有什么才艺能教我吗？我还能通过努力。那你得更懂我一点。我怎么还能更懂你呢？你得接着陪我唱。我可以啊。唱两句啊。好好好，来来来，我就喜欢唱歌。哎，远方传来风笛。你换一首，没事没事没事，就说这首歌本身你留给你自己，是写给你自己的，好嘞，对不对？来来来啊啊！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葫芦四个大啊！没没没没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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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根藤上七朵花。哎，再来啊！黑猫警长，啊哈哈哈哈！黑猫警长，对，这个动画界的都还可以啊。公子您还是懂我的啊。各自找房间吧。找房间吗？怎么说？这回可以了吧？这回总没事了哈。分分分，我来宣布啊！三位，三个都是假的。你们都在干嘛呀？撂倒了！你们都在干嘛呀？每人要罚，请。撂倒了，撂倒了。大老师，我已经不够罚的了。大老师，撂倒了。不是，首先我知道，算了吧，无所谓了。撂倒了，撂倒了。咱们就让黄晓明，让黄晓明会非常的怎么弄，让黄晓明出去崩溃。不是，咱们仨怎么大家现在心眼子都成这样？现在这不重要，咱们仨已经这样了啊。咱们怎么说什么能让黄晓明崩溃？是被我骗了吧？这么着，被我骗了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或者怎么着了？你来了，咱怎么着了？被我骗了。你放心，他不会，就节目组不会那什么的。来，放我这吧，来。不用放，不用放，没事，待会儿再说，待会儿再说。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安保，自己保护好自己箱子。啊，到这个环节了吗？对呀，我说了赶紧抢。哎，亮哥，没事，你们亮什么哥呀？我以为不用在这里打打杀杀了。亮哥，哎，可以，没事，你先回去，就天也不早了。小贾，哎，我帮你，你给我拿二十，拿二十也太多了吧？什么意思？还要买胸的呀？要个一分都没有，我还要买男的，十个，还要买胸的？我觉得十个不合适。我这么着，十个。十个，我觉得十个不合适。十个，我给你十个，你别帮他行吗？我给你十个，你别帮他就行。我给你十个。我现在啊，我跟你说，一盘就看出来了，里面赢的只有黄景瑜、严浩翔还有黄明昊，那这里面的话一定是黄景瑜跟黄明昊，其中之一，因为严浩翔只有两根金条，所以他不会帮助我，他一定是坐收渔翁之利，要不就是严浩翔跟黄明昊是一对的，要不严浩翔就跟是黄景瑜一对的，所以说都有可能，这各50%的可能。但是我觉得我跟黄景瑜既生瑜何生亮，我反正我认准了，我觉得我无条件应该就是黄景瑜，我觉得我们俩命运经常是牵在一起，就是冥冥之中我觉得我俩应该是一伙的，所以说我会无条件的跟他去分享这个，当然了，我也会留一手。我觉得小贾啊，他要觉得我是他的合作伙伴的话，他会主动来找我的。我骗不动的，他孩子太聪明了，我真骗不动他。而且你说我万一在这节目里，我说我骗他，我骗不动他，万一被人骗了，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哎，就唯不如小贾来找我就好了。我觉得其实当我在节目里头突然间我特别累，晚上没有睡好的时候，早上第一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在线的时候，可以跟大老师在一起，你完全不用说话，他可以刷整趴。但是你要记住啊，你一定要保养好自己，因为很有可能你会在跟他录一半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老很老，因为我已经笑得快不行了。我不知道大老师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时代的，这是外星生物吧，但还是 AI 智能大脑啊，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太搞笑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现在能自己看一眼吗？看或饮食啥意思啊？9-12，然后11-15，那得找20级的。小明哥真的，我发现了，真的，他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
难掩他自己的光彩。我的天哪，他蹲在那里都是，妈呀！浩翔，啊？你是几啊？我弄丢了，我不知道被谁拿了。啊？对。你个大骗子，你又要买金条，你要骗我？我哪有骗你啊？你这个 AI 智能恐怖人！啊？来，我看一下你哥。不是，你绝对，我跟你说，杨浩翔，嗯，你这个孩子将来有大出息。你说，啊？哎，我被杨浩翔碰了一下之后，突然间发现我醍醐灌顶了。你是几？没有，说实话，我现在是二十一，好像是。那得找三。对，你找三。那我另外一个是七到九。七到九。对。不是你，我想跟你分享，你跟我，咱俩很有可能是一伙的。因为你自己是坐收渔翁之利，有两根金条，而且我刚才那个长毛，长红缨枪，我赢了。对，确实很有可能。还有一种谁也有可能，就是那个，我信你哥，我咱俩应该是一伙，我真信你哥。但是没人啊。对，没有没人。那儿。不，我哥，我看你手上是。你看没有用。我想看，我看了解一下。九十二啊，十一到十五，对。也没有啥吧，啊，啥都没有。嗨，那玩儿有啥劲呢？在这儿，这玩意儿我都背下来了。你看，啊，怎么换碗了？没有。你看，咋了？怎么了？亮哥给你拿烧饼。怎么了？为啥撅嘴？那都后面都有锅灰了。吃的就那个。他就是那个。咱俩，景月啊，你干啥呢？我找点任务啊。咱俩配。啥没干呢？你知道你是几吗？不知道。那你在这敲了半天，你敲啥呢？啥人跟我说敲半天就说就完事了？你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你是几啊？不知道。他是你要三，还有一个数字叫啥？我要么是三，但是另外一个是数字是七到九，七到九那没猜出来吗？七到九我没去找啊，我没钱了。你个大骗子！什么、啊？一个线索之后就给你俩，不是你完成一个任务给你两个线索，就这两个都知道。我就做了一个呀，但是我没找到给线索。我做了一个，两个线索都给我了。来，公子，咱们梨园到了啊，可以到里面听听小曲儿啊，看看戏。来，里边请啊，里边逛一逛。进去看看，走走走。里边参观。坐会儿。对。若是真的。敢问作者何来罪恶？全人离散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所以到哪里都想快乐被燃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我这辈子只是认定黄金鱼。这位公子不太懂我啊。谁懂你、啊、我好喜欢你呜呼这位公子懂过我了、啊、懂了没用啊你懂过他了说不定你们两个懂了有用啊为什么凭什么那要看公子接下来表现怎么样了表现啥、哎、表现啥呀唱歌有基础感觉有我年纪这么大，你好意思抢我的吗？十八、十九，那你这都不对，它四个连在一起的，有一个是七，可能对。我刚才那个吹笛子跟我说啥来着？觉得九可能是对的。啊，你有八吗？我有十八，那没用，你没有，撇了吧。难道十八意思是捡起八来的意思吗？你还有多少？我没了。我看大家都有多少。乘法表，他说的是个乘法表。没事，我还有三根金条呢。我们里面还有宝物，还要不要回去买？还可以再买三个，你们两个。等一下，咱们现在如果花三个买，因为现在咱们就没有钱建宝了。我们现在可以先建一个宝。对，咱们现在有可能，Let's go。如果现在保一个的话，咱们也是赚一根金条。我们先建一个宝，然后再拿钱。按照景瑜刚的分析。这个、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就这几个里边，这个概率是最高的，而且一定会压中一个咱们。哎，小明哥，
你手里的宝物是几根几啊？十九。还有呢？不告诉你啊。啊，告诉我一个吧。真的想知道吗？啊。十七。十七啊？我可以帮你验。不用了。你想吗？这个给你啊。我不要。真的给你。我不要。真的给你。你这样给我吗？快给我吧。你现在手里一共多少个？你跟谁是同盟啊？小明哥。小明哥。这三个你弟弟，你缺几个金条？我现在缺仨。我进来看一眼啊。我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我觉得是这个酒是可以确定的。你有几个？三个物件。三个物件，咱们现在挑一个吧。弟弟，你要相信我。嗯。你让我先。行。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是确定的。你先。你这三个我觉得不确定。好。您先收。好吧。您先。您先收好。我确定这一个。好。有了钱，我给你钱见，好不好？好吗？先给你，先给你。好。来。见。给您看看。这是个假的。说的是真话，此话当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嗯。这个，嗯，是个好物件啊。谢谢。哎，也不好意思跟您说。你说。是个赝品，是个赝品。赝品是什么意思？这也是假的。请问他们有拿真的有过吗？有多吗？不多。哎，您带走吧。哦，这可以带走啊。您带走还能忽悠他们。那这个我也能带走。哎，可以可以，都是您的东西。谢谢。好。哎，哥，你验完了吗？验完了。咋了？嗯？你不跟我说实话。啊、没有对的。嗯，不忍心骗你。好的，哥。你告诉我，你拿过什么是假的？啊？你拿过什么是假的？拿过什么是假的？我都没验呢，我都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假的？我真不知道。我告诉你几个一定是假的。我看看数。你不是抢我的吧？我不抢，我看几。你是几啊？十八、十九都验了，没有，这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十八，对，因为剩下不多了。为什么？十九没有用，双数。小明哥，你的葫芦没有用。是十八，那个老鼠又跑的是十八步。啊，你收不收？不，我想要这个，我就缺这一个。我就我可以给你一个，我就缺一个金条，你给你换一下吧。不要它没用啊，十根。换一下吧，不要它没用，没事，十根卖不卖？没啥用啊，还拿着沉。输在信息差上了，对，输在什么？输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主要我们线索太少了，碎片线索。嗯，你一分钱没有了？犹豫就证明有，骗骗他们的。嗯，没事，我这还有三根，我跟你分。我这还有。还有机会，我们说话算话，必须要跟你分，看我们如何用这三块金条赚回来，赚回来。赚回来我分你，可以，二八分，五分，都行。这两天玩，才算慢慢抓住这个游戏的精髓。就是不遵守规矩，就是一个坑人的游戏，就跟我生活中一样。我生活中骗人，他们都说一眼就能看穿的那种，还骗不了别人。不会骗人，嗯，不会骗人。我属于就是演戏，比如说。到了我职业演戏我可以，嗯，但是生活中呢一骗人呢我就容易脸红。卖包子喽，来买包子吧，公子，热乎的包子，来看看包子。有线索不？线索可能有吧，在包子里面啊。一根金条一个，一根金条一个包子。对，我投诉你行不行？饿吗？我不饿，他说有线索。不饿不搭理。要不要试试？是不是在肉里面？在肉里面，对，酱肉包子。真的假的？有吗？有啊，哪个？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一个金条也太贵了，能不能赊账啊？概不赊欠。
舍不得买，我没几根金条呀，关键一个线索没啥意义吧。公子来瞧一瞧嘞，冰糖葫芦，新鲜的冰糖葫芦。你这有线索不？线索我不知道，冰糖葫芦好吃。嗯，不要。我去验宝去了。旭哥，你借我一根金条呗。为啥？借我一根吗？为啥？就想要一根。你要干啥？验宝。你借我一根，我告诉你一个我知道的那个线索。对，我都会再还，而且我还还你一根的。你不老实。我不老实，我今天可老实了。咱俩一人借他一根，听到线索。好，行，你确定告诉我们真的？绝对告诉你们。不是，是哪方面线索？别没什么用的线索。宝贝，这是我刚才耐听的。宝贝的线索我不好奇。就真宝贝我没有，没有用。我想听点别的。你例如？例如谁的八卦呀、啊？你要验哪个？我不验，我只想要金条。我先进去，待会儿再说。你要去哪儿？我去验宝呀。慢点，把刚才他给我验错那根给拿回来。你去验，帮我打个掩护。嗯哼，怎么说？坐。哎，我现在来验，那我不知道我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呀？我会告诉您的。我得一个宝贝一个金条是吧？对。先付钱后见宝。那街上是不是有线索关于宝贝是不是真的？嗯，看您长得比较帅，确实是街上有线索。那我等一下。您带金条来了吗？带了，是吧？我得多听点线索吧，是吧？好累啊！我真的对于这种游戏真的玩不明白。卖箱了，卖箱了。Hello， 你们这儿有线索不？要看看箱吗？有啥线索呀？要看看箱吗？可以给我。今年制作。今年制作。对。好，谢谢啊。有啥线索不？在皮影戏里面吗？看了就知道。好，看看吧，免费的哈。皮影戏一出开始，只喝了药能回还。24个什么？哥，你说啥了？哎，我啥都没说，刚刚说啥了？你说你知道啥线索？你告诉我啥也不知道。我俩交换，目前为止什么都没说。来，坐。嗯，咋了？你有多少钱？现金告诉我。钱不重要，你知道啥线索吗？咱们俩成盟友不？可以啊，哥。如果咱俩成为盟友的话，那咋了？我缺的钱你帮我补，你要的线索我给你。或者你缺的钱我帮你补，我要的线索你给我。咱俩先交换线索。行，交换线索呗。我绝对真诚啊。嗯，你有钱没有？现金没有？有。万一我要进去换宝，我没钱了，你得借我，然后换出来我再还你，行不行？可以吗？那换不出来呢？换不出来我抢了还给你行吗？你欠我行不行？你不是，你先说线索。你说呀。重要的哈，我先说啊，弟弟，我不骗你啊。啊，好。惩罚表，惩罚表，我这个知道。那我也说了呀，就一个呀。那你说一个。我知道好几个呢。那你说一个这个就行。他说的24，双数。24双数重要，好像是这么说的。懂了。咋了？你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要不要来？说好了啊，万一我没钱你补给我啊。你去哪儿啊？我现在去鉴宝啊。我先去鉴宝，有了钱我再回来找你。你确定你那宝贝 OK 吗？你现在鉴宝你钱够不？啊，我觉得我够。扳手腕吗？不是，扳一扳呗，我感觉扳不过那个壮汉。来了来了，我感觉我掰不过你。第一个来嘛。第一个啊。行，这先试试你的力量。哎，让让我 啊先看看你力量怎么样啊。哎呀，厉害厉害，赢了。扯上扯上，赢了赢了，快帮我看看。哎呀，今夕是何年？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今夕是何年？那你就我就不清楚了，自己
谢谢。谢谢，后会有期。今夕是何年是啥？厉害厉害，谢谢啊。你钱多到可以买吃的了呀？啊，免费的啊？免费的，这不一个钱一个金条吗？啊，免费的。哦，嗯，快去拿吧。哦，今夕是何年？2023年。哦，今夕是何年？2023年。我去看看。刘部公子，我们这里有线索。你是什么线索？你先帮我们一个忙。你要找谁？我们要我们的情郎。嗯，你们情郎是谁？有着八字眉国字脸。八字眉国字脸，我一会儿帮您找。严公子。什么？你有金条吗？严公子。我没金条。你肯定有。我真没宝物。借我一根。我没金条了。那你这箱子是啥？我给你换。没有纯箱子，我不跟你换。那我给你换嘛。我不想跟你换。换呀换呀。你有多少根金条？你先跟我讲。我没金条。你没金条了。你没金条了，那为什么要跟我换？刚刚我就在数金条，五根，十根，十五根，二十根。数到第二十根的时候，锦鱼哥来了，他说：“我说就二十根了。”然后锦鱼哥真信了，信了之后锦鱼哥拿着另外剩下的走出去藏了，我就顺势把箱子合上，然后说锦鱼哥把金条全部拿走了。还有一个，还有个锦鱼哥，这会儿刚才听你的声音，跑掉了一个，那这哪儿跑了？没了吧？没了已经，他全部拿走了。小明哥很可能知道我在骗他，只是小明哥不愿意揭穿我，因为我是他最亲爱的弟弟啊。好看看的词儿，什么玩意儿？走吧。有人吗？那我为什么不能进？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没东西了。必须让我进去。哎哎哎哎，公子，我们这已经打烊了。那我就零元购了啊。我跳一下，跳一下。哎。这是酒，酒我给拿了，有用的我全拿了。各位公子，本店已经打烊了。哎哎哎！我来鉴宝，我要来鉴宝。来，坐坐坐。这个为什么留在这儿啊？这个是刚刚。明公子送给我的礼物，来，杨浩翔，藏宝阁的东西你抢了是吧？抢了，要么交出来金条，要么东西我们就要收走了。东西呢？东西呢？你要交回去吗？那你把我抢的金条还回来啊。这是我可以帮你鉴定，但是你现在还有一个把东西交回去做好人的机会。我不做好人，不做好人，不做好人。我进来看一眼啊。我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我觉得是这个酒是可以确定的。弟弟，你要相信我。你让我先。行。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是确定的，你这三个我觉得不确定。好。好吧。我确定这一个。好。有了钱，我给你钱，见，好不好？
先给你。好吧，那你这还回来，我们就要拿出去卖掉了。哎，别，你别给他，我们先抢了。要么现在给钱拿货，要么我们就放回藏宝阁重新售卖了。那这个门今天就出不去了。来，您要不要先回避一下？没有，我给了三根金条，给您鉴定了呀。那你说吧，您的三个物件全是。好的，我知道。OK。我猜到了，所以我不让。我还了吗？对。那我还了。验完了。这个是真的。这是几啊？这是那个19。真不在我这儿。八个人有一半人进，每个人还能分12个。算半天也没有用，赢了麻将。八个人五个人进，不要在这儿瞎聊。算你八个人五个人进，每个人还能分十个。胜率稍微高一点的就是50嘛，那个屋。对啊，是这样。50件。50件啊，50件，50件。确定哈？我绝对的，我从来不骗人，我还要跟你结盟呢。来啊，50件啊。大少爷，好，您好。您进哪个房间？我想进50。大少爷这边跟他们说过了啊。为什么要进50？我答应他们了。我得最开始在这个节目里就不得信任，后边再耍鸡贼，不是后边再一起合作，要不前边我就给人弄了，然后后边一直开始防着我，我就后边玩得很难。玩这个套路？我没有套路，没有套路，我只是就是说，安静的把节目录完，就是这个意思。来，请真诚的进入到，这是50，十五的人在呢吗？这是15吗？15、20、50，小贾。这屋没了。什么？这孩子给藏起来了，没了。我真没。这是50的屋。这是50屋。他们三个人不会都进那儿了？不行，只有2个人进了。小贾进了那个20的。我都跟人说过我要去50的吧？那随便你啊。那不去不合适吧？合适啊，你自己看着办呗。我走了，我先去吧。好，50无所谓了，我去了。50的朋友欢迎我一下吧。我跟他们说过我要去50的，我不能骗别人。嗯，来，让我进，没事儿。我跟你说，后边他们选择特别难。那究竟怎样进店的这个顺序呢？是按长幼顺序进去的。究竟谁是大少爷，谁是小少爷？大少爷是他呀。我是名声上的大少爷。按照我的名字，我是小少爷。是，到底是谁？诸位自己来定。我进店等候。我能买一个吗？不行。我就一根啊，那你进不去啊。好，欢迎大少爷。你好。哎，是这样，这边有24件商品，你可以先行观看一下。行，但不能用手摸啊，只需远观而不可亵玩。好，我先给您钱，先把钱给您搁这儿，这太厚道了。你好好挑啊，来，等着。首先，我先选一个，然后让你选一个。你有1/3的几率。对，怎么着？咱们三个都没有，太背了吧？不可能，对不对？哎，有勾勾那个你可以挑。要不说你厉害啊？好。哎，你跟我们那位先生跟我们家管家特别熟，对不对？特别熟。对。然后是这些东西是他选的还是我们家老爷选的呀？对啊，他这个偷偷告诉我，这24件里面有8件，但是哪8件我不知道。是老爷喜欢的。是老爷喜欢的。老爷喜欢的。好，老爷选的。好，我先要5吧。玉玺。玉玺啊，玉玺我肯定要了啊。5我肯定要了。5。老爷，我老爷是都，我还不了解我爸吗？我选这8。8。这葱，对，我要了。哦、我觉得这葱肯定有玄机，可能是我爸爸就喜欢吃葱啊，山东人。哎，投资商，假投资，哎来了，假投资，来，怎么的？现在呢，我选了2个了，你们一共3个啊。这个在高普若那儿，这是个玉玺，看着值钱吧，还行，可以。这个呢也在高普若，是根葱，但是咱们老爷也许就好这个，就我觉得是有可能。老爷投资他，你是根葱啊你！对，你是根葱啊，对，你算个葱啊。所以说我选了2个，还有1个，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选哪个好不好啊？现在呢，咱们有葫芦，然后呢，有笛子，有算盘。哎，我觉得你来个算盘吧，或者长矛。好，这边还有个长矛。6是不是？行，
咱们就听咱们投资商的溜溜大顺，溜溜大顺，就溜这个了，溜溜溜。这据说是当年赵云用过的。那可不嘛，行了，就这仨。哎，如果这仨都演对了，祝你生日快乐，都演对了哈。行，这可以，这可以，一个比一个长哈。行，好嘞，送客，请往这边走。这边走，走，哎，投资商，咱们往那边，咱们你在那边等我，走走走。另外还得跟您说一下，既然您是大少爷，想给您透露个小秘密，街上是有一些人呢，会知道到底是哪八件珍宝会是老爷喜欢的。当然，你也可以去鉴宝行花花钱打听一下啊。行，好，送客。等什么你？走走啊！那啥呀？走啊！验宝去了，我验宝去了。买了，我们有个玉玺，有个葱。还有一个剑，买葱干啥呀？那谁知道呢？我们聪明啊！来来来，红缨枪，因为你还有包子呢，肯定不可能看上去值钱就是最值钱的。我还有好多很民用的商品，然后我就觉得找一最便宜的也。你觉得这你的理由是什么？就老爷爱吃葱，或者说他口头禅，你吃葱啊？对呀、啊，就说说老爷没准就好这，因为有钱人的想法咱也知道，他拥有太多东西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好这口，他就要这口，他要自个儿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走，咱们咽去了。